所以他俩互为底座，互为尖儿。啊，这专业术语你懂吗？根本就不懂。你跟这说，跟这还牛，这你可以在旁边对牛弹琴呢。对，王导呀，我觉得你今天是可以回家了，王师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你回去吧。再见，王师。观众朋友，你就不用回来了啊，拜拜。我回来了，我们都可以聊。李老师，您觉得他二位啊，谁比较勤快？您感觉？勤快啊，嗯，勤快是这个他勤快，全力，嗯，他会干的活比他会干的活多啊，对，他干活比他干活，他是底座，他俩表演，他是底座，对，谁啊？他俩互为底座，对，嗯，这种节目就是全世界也不多，对，你知道吧？他俩互为，他一个题，他一个题，你就分谁？对，你观众所有的问题就是谁？对，咔，他上街了，咕打咕毛上街了，他上街了。哎，刚才谁在下边？谁在上边？哎，要的就是这种弧度，要的就是给你观众制造这种错觉。